听书风。
一天堂。顶上是要开心升天，四时利用几万金啊！在四道是电路，比如金山南路都有个四十路啊。停！什么车袂免加泰山啊？四时直接要保平安啊！停！六十大字江中开，推选人间神乐，时时时招来百姓理财啊！哎，什么县他咩大四方啊？天文大物在虚空啊！人民大众保身上啊！六地主领空灵啊！地主大钱赚大钱，地母就不是汉奸，先不听会的别。做神童哦，哈哈，啊，预备啊，行预备，行出来啦。